2月4号到12号，台北灯节期间，西门商圈周边交通管制。灯节期间，自行车道时段性禁止骑乘。2月4号开幕日及2月12号闭幕日，成都路、汉中街时段性交通管制，请提早改道。2月11日大游行，经中华路、成都路及康定路，中午起车道封闭，请提早改道。赏灯民众，请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。详情请上活动官网查询。